大家好，这里是睡前不要上班。那今天来继续玩我们这个平衡97.261斜线100的这个系列的。那个 shift 刚刚忘记压了。我们呢，这个第二的已经结束了嘛，美美的，没错。那再来就是第三。第三章啦，好了，现在指甲不太 OK， 所以我右边可能有点不灵活，右手。算了，不论灵不灵活，我其实都没灵活过，所以我不是很在意。这样吗？真的是久久玩一次就会就纠结一下，说到底怎么玩？嘿，嘟嘟的，嘿，噔噔噔，往上啊。就是一个画展画廊的感觉，好漂亮啊！其实这一幅画我喜欢。OK， 人旁边是不是要挂画了？应该只要一只手就可以了。可以吗？那画呢？哦，来了来了。我想说他每次都有画要点，怎么这次没有呢？所以又是四关的意思。我压到一了，对不起。下一点。你看这现在这中正中间这一张是不是蛮漂亮的？我觉得，居然蛮漂亮的，折画素像素风。OK， 这次是四关的意思。嘟嘟嘟嘟嘟嘟嘟。这个就是一个照理来说是应该一个挺疗愈的游戏才对，但是可惜的是我有时候不是很有耐心。这完全就是玩游戏然后训练自己的耐心，因为有时候真的很急，就想说很烦这样什么的。这样第三期金属准备好了吗？我们就直接开始吧。是幸好它没有什么时间上的限制，所以都随便我来。不是啊，没说这次要干嘛。等一下，我想去退出一下。可以吗？我按到 shift， 对不起。我们先去找猫猫吧。我刚刚应该先看到猫猫币。好，这只猫在这里。怎么会这样？不对吧？
哦，找到了，耶！先要得到这只猫猫。好了，每一关的猫猫我都会先稍微找一下啦，主要是我喜欢猫，这要完全180，180度，然后那一个是它的耐心指数了，所以其实可以慢慢玩，慢慢玩。它只要一直维持是绿色的情况下，它其实是挺和善的，就是不会乱抖。快好了，OK 了吧？好，所以他直接卡住了，就这一关就有这样啊？不是吧？可以退出吗？哎，结束了。哦，这一关比较简单哦，洗菜篮。这一关在玩之前，我们先来找猫猫。这完全就是在地毯式搜索猫猫必登啊！找到了，应该把这些东西给想办法弄得正一点。先调到零。这样可以吗？有，降到最下面的时候。OK。刚刚有看到啊，还有一个，找到斜斜的。OK 吗？好生气哦！我知道现在点过来，他也不让我过。哎，哎，在瞎嚷嚷。好烦啊！好生气哦，算了，不了，有过就好，有过就好。阿刀。在这之前，我先把这个猫猫币先拿一下。该不会又是要给我喂狗粮吧？嘟嘟嘟嘟嘟。这样吗？哦，再靠近一点，心跳加速，都给都给，好生气的感觉呀！你就说吧，你凶我干嘛？
幸好不会旋转，就是有点耐心的慢慢移就好了。OK。OK 了吧？还有吗？哦，还有。哎、欸，怎么突然就100趴？刚刚好，运气真好。OK， 应该好了吧？那我可以现在再开始找猫咪吗？应该可以。哎、欸，不行啊！好吧，那我重来，我要为了猫咪而回来。等一下，我要等一下再去，我要先去把这只猫给捡到。捡猫咪，捡猫咪。哎、欸，这样就可以了吧？哎、欸，在这里，在这里。OK， 我们拿到了猫猫，那我就可以回来了。我们去看看中间的世界吧。好漂亮，真的好漂亮。这就是 Chapter 3第三章，长这个样子，很有。很日式的感觉，我觉得画风还是很漂亮。我好喜欢中间这幅画，真的好漂亮哦。虽然左右两边也不错，可是中间这幅真的美，真的有美。OK 了，那今天这个哎颜色又变了，它好用心，我的天。OK 啊，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啦。嗯。等一下，设前半上班。谢谢今天的观看，谢谢。